客委会补助瑞穗乡公所举办了合成专案瑞美运动公园休闲运动环境的营造计划。客委会的副主委周江杰特别来到了瑞穗乡立图书馆旁边视察，期待未来公园的风雨顶盖、球场铺面设施完工之后，可以成为在地居民休闲运动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为了提供客庄居民不受日夜及天候影响的优质生活空间以及休闲运动环境，客家委员会补助花莲县瑞穗乡公所办理合成专案瑞美运动公园运动休闲环境营造的计划。客家委员会副主委前往花莲县瑞穗乡立图书馆旁视察，期待未来公园的风雨顶盖、球场铺面等设施完工之后，能成为在地居民休闲运动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今天来到这片是因为客家委员会到水面乡要有一家窝汤的计划。窝汤的计划主要是跳白啊，因为客家人在窝汤啊有众多文化交流的时间。今天希望讲运动的部分没有机会到一本因为水面乡的所有的乡亲哈，有机会来到这片运动，咪做为一家文化交流的空间。因为了解哈，水面是体面哈是水妹，该是因为客家话的主人是心中的一家乡亲啦哈。该希望讲所有因为客家乡亲，不论系你系客家人、后龙人还是原住民，有机会就来到因为的窝汤计划的窝汤。副主委表示，透过合成计划，不但让乡亲有文化交流空间，也提供一个很好的运动环境供大家使用。不论是客家、原住民族，都欢迎来到合成交流彼此的文化。感谢咱今仔日的客委会周副主委来视察咱水尾运动公园吼，已经做3600万，今年到八月底要完成吼，提供予咱乡亲一个休闲好的所在来运动哦，予咱的乡亲较舒适的。这次计划是为了提升瑞美运动公园休闲运动设施完善度，包含了篮球整修、设置风雨顶盖、可移动式货柜盥洗式建制、夜间照明以及绿美化等等，提供客庄居民不受日夜以及天候影响。记者高双双瑞穗乡采访报道。